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本周五11月3日上市的苹果 iPhone X 上周五官网开放预购，首批出货10分钟内就被抢完，目前官网下单需等待5-6周。苹果经销商灿坤宣布开卖当天，旗下全台83家 Apple Shop 早上8点开始贩售，每家皆有现货，其中台北内湖旗舰店更备有上百只现货。苹果 iPhone X 本周五开卖，灿坤宣布旗下全台83家 Apple Shop 当天皆有现货，台北内湖旗舰店更有上百只现货。彭博社，此外，灿坤台北内湖旗舰店昨天晚上8点已经出现首位果粉排队。灿坤表示，随着上市时间接近，愈来愈多民众预约登机买 iPhone X。根据近一周统计，70%民众选择256GB 大容量，太空灰和银色占比各半，可见即使是史上最贵的 iPhone X， 果粉还是都有要冲就要冲最高规格的4.15万元版本。iPhone X 和 iPhone 8都支援无线充电，业者看好 iPhone X 开卖后将会更大幅带动无线充电盘买气，其他像是保护贴、防摔壳等周边需求势必同步大增。灿坤台北内湖旗舰店昨天晚上8点已经出现首位果粉排队。灿坤提供其他苹果经销商，例如 Studio A、得意数位 Studio A， 今年各门市首度不开放现场排队，仅能先预约再依序通知取货。得意数位本周五则在台北微风信义门市举办首卖会，抽20名排队民众送人损保固。补充的是，台北101苹果直营店也是没现货的。